山西乡中山南街甲古堡路交汇所在，全年之前已经通过路口拓宽计划，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吼，一直拢无动工。乡长苏伟俊今仔日会同台电、台水、中华电信、甲河尾分局等等机关，前往现场来会勘，希望两者将公线刷走，让拓宽计划会当早日完成。山西乡长苏伟俊表示，因为中山南街西边古堡路出口较矮，无方便庄内民众出入。今仔日，伊协同一个相关单位前来会勘公线清刷的部分，希望拓宽的计划会当两者进行。咱今仔日吼来迄个中山街，这个所在要来看咱原有的计划道路。那么这个计划道路吼足细条啊，所以但是咱计划道路原有设的计划的时候是12米宽的计划道路，那么现在吼有地主他把地献出来吼，希望啊可以把道路拓宽。那么我们今天联络相关的单位啊来进行会勘啊，是必须把有需要迁移的啊，或者需要把它改善的啊，都联络起这相关的单位来会勘啊，来看这个应该怎么去施作。原本就是我们都市计划内的计划道路啊，所以本来就应该要开辟的道路。那么希望说可以让我们的村民啊能有更好的交通使用的道路。中山南街西边古堡路拓宽计划是属于山西乡都市计划之一，早在民国60年代就已经想要做，但是因为种种的因素一直无法度实施。乡长苏伟俊表示，会将原本三公尺的路块拓宽成为12米的路块，并且会来看财政的状况，实施后续的拓宽工程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山西采访报道。